们看，又是格子裤啊！这个格子裤要买要快，因为上次买那你们之前买那款是短裤，在短裤，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买起来。那今天介绍整身啊，整身都是新品。那上衣的话，你们有看到贝拉的影片吗？无论搭牛仔裤是搭裙子，搭格子裤都超好看的。那贝拉这个影片就是搭格子裤，这款的话贝拉穿起来就是可以穿高腰，那你们可以像那样子绑起来，那搭裙子可以扎进去啊，都很好看。整身我觉得要买起来，而且裤子怎样？超瘦瘦的。对，这个格子裤一定要买。那还有两个尺寸，我记得有 M 号跟 L 吧，觉得夏天一定穿得住。这个料子是舒服的，它是薄款的。那它前面这边呢，就是有做到抓皱，所以如果你吃饱的话，就是比较不会，对，比较不会那么明显。那我的上衣呢，它就是猪尖棉的材质，总共三个颜色。那背后的话有个硬底。我觉得这件素素的也很好搭，你们可以看影片看不要是怎么穿搭的哦。拜拜。